的身影，在我的心坎里泛起涟漪，幸福靠近。你别再捉弄田雨欣了。你认识他？虽然我现在活在另外一个世界，可是我也活在你的这里。你知道的事情我全部都知道，你喜欢的事情我也都喜欢。我觉得雨欣很可爱啊。而且我还知道他很在乎你，很喜欢你，他想要尽全力的保护你。你没事吧？唐医师，我是他的助理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说。当初我知道你随时都有可能离开，我还是陪着你。现在雨欣在跟我做一样的事情啊。他跟你不一样。他当然跟我不一样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永远不可能取代我。可是他也不用取代我，就已经存在在你的心中了，对吧？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忘记我。接受田雨欣吧。我还记得你微笑的眼睛。